任地有泪雨在光下，原谅我要飞去，不用牵挂，倘愿哭让我先走了好吗？风中作衣柜，如我的生命璀璨，要闪得漂亮，如我壮志，如风如霜，月儿明亮，但曙光总要亮，心所想，愿我的生命璀璨，要闪得漂亮。月儿投射在我的肩膀上，夜行流浪未怕伤心更伤。钟燕平时好似旧石咁样噶嘛，咁啊突然间今日咧又喐啊咁样，又吓即系有啲动作啊咁样，同埋你够胆一个重炮手，简直咁阴气重嘅歌曲，跟住你就改晒 arrangement。我听到维亚老师嘅呢个版本咧系即系非常之好听，咁我就想将呢一首歌唱得比较比较 positive 啲，比较正能量啲，咁样就选择咗用呢一个曲风嚟演绎月亮。當你注射咗咁大陣陽氣落一個咁大陣女性味道喺月亮嗰度，究竟會得到啲咩分數咧？真係好想睇睇嚇。耶！做咩啊你？87分，好感動啊！聽清楚啲啊，喂，行老師講乜嘢？有請。今日你又係將一隻女仔歌，將佢變咗一隻男仔歌，而你係成功嘅。多謝多謝，偉亞老師。其實個歌詞係講緊佢呢個人，佢情願擺低而家有嘅感情，因為佢想追求一啲更加璀璨嘅生活。所以佢係要隻歌咧，你要唱到佢咧係好璀璨宏偉嘅。你將佢變一隻男仔歌咧，你自己都去將個激昂佢唱到出嚟，這個係你得分嘅地方啦。多謝偉亞老師。Thank you， 肥媽，我哋頭頭已經喺度諗啦。佢咁重炮手點唱呢個歌咧？咁佢當佢一改咗出嚟嗰陣時咧，哇！好似聽緊星河有一串星同佢流火咁啊！音樂係
universal language 嚟嘅，真係你要想表達咩，真係要用內心，用嗰個澎湃，用嗰個心機去做，唔需要做多，你去咗一個方向咧，你行啱咧係得嘅。咁今日真係要俾掌聲，今日男仔真係用心多過女仔，講真嘅，真係嘅，好用心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我終於感覺到忠言嗰把無論聲線力量都係有料到嘅。不過咧，我希望呢首歌可以帶翻俾你一啲自信啊，因為我覺得過去幾集咧，你有少少好似失去咗少少自信。你喺個台上面，就算你今日把聲係幾靚啊，我都覺得你仲係有少少喺度啊。到底我咁樣做得唔得咧？我哋台上面有幾個人咧，佢哋咧越嚟越有自信。你要睇住你嚟打，知唔知啊 ？OK。好，多謝多謝張國老師。忠言攞個分數唔差咧，我主要係嚟自新鮮感。呢首歌編曲咧，你將佢係同安全地帶嘅歌 crossover 咗，我覺得成件事咧係 make sense 嘅。第二個新鮮感咧就係嚟自你嘅演繹嘅。嗱，今日咧你成件事咧，無論你嘅聲音啦，你嘅肢體語言咧係好鬆嘅。咁你今日嘅演繹咧就係冇出現一個好嚴重嘅一個錯誤咯。又過一關啦，忠言 keep 住呢一種輕鬆嘅態度，但係對唱歌嗰種認真，繼續行落去。好嘛，恭喜曬！多謝曬。